哎，属虎的女孩我都不愿意搞，说，那属虎的女孩不好搞对象。咱直播间有属虎的吗？人家穿上都属兔，猪穿高着呢。妈，我跟我大兄弟一年多没见面了，这一天，现在不是我见你费劲，是我现在回家都费劲，啥时候是头啊，兄弟们？baby 姐说火锅，属虎的命硬是吧？等会有小孩了，你俩都属虎，你跟你跟姐夫啊。等会有小孩了，那我都不敢去，得没出来呀。姐说你来，我都得搁家待着，狗逼干不了。我的妈，谁知道你那嘎那啥了，太吓人了。那个最近谁也别来家串门了，来容易出不去，我也得搁家待着，都搁家待着，谁也别找谁玩了。今年，赶紧有小孩，我去给你伺候去。天天都是这时候，像不像冬天？兄弟们不出去就不出去。这时候天儿也不冷不热，你说要大门一插，地封条一锁，我哪也不去，我可真难受。真难受啊！我为啥不能去啊？下播吧，点点关注，我得上那边水里去了，大哥还等着，8点了。我这就是，你估计明天上午还得是做，然后11点以后，然后姐应该是这样。那开小号去。